蔡依林暌违四年将再发行全新专辑《Ugly Beauty》，首播主打新歌《怪美》的 MV。她邀与老搭档知名导演陈意人及团队新草影像再度合作。蔡依林回归内心层面，不断的自问自答，自我探索内心的过程后，发现每个人正视并拥抱自己的情绪与欲望，才能获得更多生命力。通过导演陈意人独特的拍摄方式，回顾入行以来大家喜欢传说的各种黑历史，呈现她能笑看过去的坦率。这些创意的起点，周令说要感谢网络歌迷各种的表情图哭诉包，成为 MV 的激发创意点，希望把自己经历过的挣扎，曾经疯狂追求外界肯定到自我觉醒的过程，在 MV 中幽默呈现。导演特别为他量身打造四大场景，并设定法官与囚犯、厨师与食客、疯狂护士与病人等八种角色，夹带着自虐自嘲的氛围中，呈现了强调刻板印象胖瘦美丑的审美大法庭，想大吃大喝却被阻止而吃过水食物的中式真鲜酒家，疯狂追求完美体态却被送进丰美精神病院的怪美等拍摄环节。